近日，在某盛典上，关晓彤的白色抹胸纱裙搭配黑色秋裤的红毯造型，遭网友疯狂吐槽，被调侃一定是得罪了造型师才会穿成这样上红毯。早在3月13号的时候，意外躺枪的造型师承受不了网友粉丝们的轮番 diss， 在网上发声回应解释称，每一步都是尝试，都是大家沟通好也准备好。然而，这样的解释并没有抹平网络上调侃的声音。3月15号，造型老师扛不住粉丝瓜友口水群攻，再度发文怒怼职业黑，暗指网友不懂欣赏。玩双标，为什么会专门发这个造型？因为晓彤真的挺不容易的，从出道开始就一路被黑。平心而论，她五官身材比例都很好，但被黑粉们黑得对自己很不自信，不敢露胳膊，不敢露腿，芒果捞新闻被造型师这么一说，真是好心疼晓彤妹子呢。报道。